講開果的頭皮令人呢幾日好冷凍啊，夜襯仲未夠凍撚死，爆下舌老渣的嘢啦。舌老渣啦，唐雪卿係響中華民國16年5月28日禮拜六下午2點響省城西堤大新公司7樓由黎澤海大壯師見證下行西洋婚禮。果日舌老渣著成套踢絲袍，唐雪卿著披織金長馬甲，唐雪卿魔鬼身材若隱若現，睇到半對拉拉拉佢條波粒，搞到班賓客扯撚曬旗。之後連隨響9樓影相擺酒入大餐。不過舌老渣果直成2000多元含籠結婚鑽石戒指就俾 baby 整唔見撚咗。事关中华民国17年1月27日礼拜五响香港九如方戏院演出头戏水染七军，响关平水面琴于禁果唱蒲甲戏，五哥仅系演关平 baby， 尹志仲就演于禁，佢哋着住大靠对唱，打到扮扮声，点知 baby 尹志仲碌枪挑到五哥食指果只结婚钻石戒指，粒钻石当堂扫落第一排贵妃床，其中一个细蚊女个头，然后跌落地，俾隔离贵妃床个斗机执捻咗，做紧戏冇得喐。落幕果时，舌老渣都嗱嗱临洗个鬼台啦，成班伙计死出去接住。但是日头涌涌，个个都赶住死返屋企搞胶珠，乱成咁点能够截到。不过果条斗机咁撚细个就咁撚贪心，大过咗都实系条唔撚死冇撚用废柴嚟。中华民国17年5月23日礼拜日，有条省城差佬啦五哥响石塘咀搵完阿姑后，省城差佬揸架车牌269号4座位 boo boo 车，沿住电车佬驶翻中环，点知撞到前边架车牌60号大萝莉车，搞到沙板拉玻璃就烂够埋，最惨仲要上差馆，吓到五哥飙尿。中华民国19年3月21日礼拜五夜晚8點到12點，舌老渣两公婆包咗香港大酒店天台花园，开个大波同班中西老死玩镬金。中华民国21年3月，舌老渣科银子响香港开咗间有60多个学位涉角先平民免费学校，点知头两日已经有200多个登记，所以佢琴琴清揾地方收购晒佢哋。五月又整多间涉角之劳工第一免费夜校俾的失业工人。冇几耐响中华民国23年，五哥拉五嫂翻上海，帮小老板间天一公司，乘住白金龙余威，踩多部粤语有声片歌台验屎。其中有幕话五哥被粉沈盲对眼，唔知系咪宣传，响香港真系传话舌老渣被大天耳响上海用玻璃碎粉舌沈捻盲咗咁话。渣哥个香港医生李松就麻捻烦啦，事关每日接成100多个电话打出问佢五哥点压，五哥点压，搞到佢医务所办捻到死。逼到李宋医生要打电报去上海问搞边科啊，由于当年打电报好捻喇嚟，五嫂只系拉佢回4个字五哥平安。几个月后，中华民国23年8月16日礼拜四，舌老渣搭美国加兰总统船由上海嚟香港，想搞台大戏演1个月，搞东搞西，睇埋出评剧，然后完船返上海，再响中华民国23年9月3日礼拜一，运医生班齐人马好似小山山。
李彦秋、林坤山拉家基个细佬薛觉明，响中华民国23年9月9日礼拜日开锣踩过高升离舞台，然后翻省城海珠拉落线，不过要鸡咁脚死翻上海踩影画戏，所以呢获唔去深圳做大戏。中华民国24年2月9日礼拜六，薛老渣同佢个秘书谢天维落到南洋，响州府地住响红桃大旅店，佢哋响州府食咗2-3日风，然后落巴咯，原本想再落多啲浮底食风，点知五嫂打电报催佢哋死返上海做大戏。中华民国40年火市，薛老渣住响香港福群道4号角楼 Leave Court， 不过佢仲时时又死返俾共匪占据的省城，又去澳门、落新加坡、安南走埠登台。中华民国43年4月29日礼拜四，薛老渣带埋老婆唐雪卿拉个慈姑订薛红街，几十个医生死返省城投共，共匪逼班老官上山落乡做戏俾班穷人睇，又冇乜银子落袋，做到叹晒。唐雪卿响中华民国44年4月18日礼拜六病救死撚咗先，然后薛老渣本人就响中华民国45年10月31日礼拜三下昼5:07病救埋。中华民国48年暑假，薛老渣个慈姑订薛红街，果时19岁逃出铁幕，死咗去澳门华灵堂投靠佢伯爷的老死。不过薛老渣富身家就被共匪抢捻晒。